这瓜保熟吗？我开水果摊的，能卖给你生瓜蛋呢？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？你要不要吧？生瓜催熟，看这局游戏啊，强哥来找我买瓜，但是我们的瓜呢是生瓜蛋子，所以我们得想办法把这个瓜给催熟了。那太简单了，你看到后面那个煤气灶了没有？哎，我们只要把西瓜放在煤气灶上一加热。不对啊，不对，可能是哪个环节出了点问题啊。哎，你小子在后面鬼鬼祟祟干啥的？哦，你能拖动？哦，你是卖蛋炒饭的？那我知道了，刚才瓜炸了是因为没人掌勺，让他给我们加热。哎，这次肯定过了。这都不行吗？哦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刚才我们是直接扔上去加热的，我们应该先点火。哎，这次肯定过了。What the fuck?这什么情况的呀？你们谁玩过这个游戏，能不能评论告诉我一下？哎，我听说最近这个评论区流行电游嘲讽，我没有电游嘲讽这个表情啊，你们能不能够评论区给我发几个啊，顺便咱们嘲讽一下游戏策划。你们要是不嘲讽游戏策划的话，那我只能偷偷看一眼游戏提示了。移动厨师到灶台，长按厨师头部一秒变出厨师帽，然后拖动西瓜到灶台炒熟，完成通关。哦，刚才我们流程是对的，就是没有长按厨师头部一秒变成厨师帽。你说这谁能想到啊？这是阴性活肚皮，我没想到，我这么想到，你能跟什么猴子肚皮呀？哎呀！叫醒上铺的兄弟，这还不简单吗？你看这有双臭袜子，直接熏醒他。不行。哎，这个蚊子，让蚊子去咬醒他。大哥，你睡的是真死啊。哎，这有一桶泡面，用泡面。好吧。嗯，这有手机，我们用手机玩王者吸引他。这都不行。这有个滑板，难道是用滑板砸醒他？这也不行啊。砸大熊，砸快递，都不对。哎，能放床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用滑板撞床。哎，这个垃圾桶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？嗯，我就说嘛，那我知道了，肯定是用这个棒球砸胖虎，给我醒。不是，这也不行吗？难道要用这个棒球跟滑板结合起来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打冰块。哎呀呀，还得是我呀。啊，睡得老香了，怎么床没了？我。